太子，后来出家成佛来说法度众，所以叫做惊入火贼啊。上面是第一段说完了啊，下面第二，送舍鸡用车鼻，就前面的比方里面呢，长者想这些幼子在里面啊享受快乐，不想要出三界，那么他想要用什么办法把他救出来呀？他有身手有力，可以用鸡，就是小桌子茶几啊，那么或者是用桌子，或者是用衣间啊，把他拉出来。可是这个办法不通的，因为奇门很窄小啊，要把他一拉出来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不让众生自己修行是不能得度的啊。如果众生不修行，佛就有力量度他出来的话，那么世间老早就没有众生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单想要长者的力量来度他是不行的，力量不够的，所以要用引诱的方法，要他自愿，这些儿子们自愿出来，所以舍掉用鸡啊小桌子大桌子来把他拉出来的方法，后来用引诱的方法，我门外有好车子好玩呐、啊，羊车鹿车牛车很好玩，你赶快出来吧，用这个引诱的方法把它引诱出来，这叫做舍鸡用车鼻。车子本来是鸡，要念鸡，可是这里呀、啊，因为前面一个茶鸡的鸡跟这个车鸡的鸡是同音呐、啊，假如都念作舍鸡用鸡不大好啊，这个韵也不大调顺，所以只好念这个解释的车。字是鸡，解释就是车啊，所以把它念作送舍鸡用车鼻，羊车鹿车牛车的三车的比方啊，来引诱他出来。那么文字有两段，先舍鸡后用车，发疑救鸡令无烧害啊。那么这个时候赶快呀、啊，要用权巧方便的方法，适宜的方法来救济他，引诱他出来，不要死令被火烧害，令无烧害，不要使这些三十子等已经发过菩提心啊，再让他在三界里面啊、被苦火所烧啊，要度他赶快出来。告谕诸子说众犯难，那么因此就对这些三十子们用比方用劝喻的方法对他们说啊、你们赶快出来呀、啊，火在烧啊，这个灾犯苦难很多的，你赶快出来，说实话要他出来啊。里面恶鬼毒虫灾火蔓延啊，那么这个恶鬼毒虫啊，常文里面没有的，都是在前面句诵里面的比方啊。恶鬼比利时啊，毒虫比顿时，你们有这个利顿诸死的烦恼啊，所以就会造业就被苦火所烧，灾难很多，蔓延到全三界内啊。蔓是一种植物名，草啊，草一种蔓草顶啊，啊，长长的蔓草，这种蔓草的顶啊，啊，它很奇怪的，它蔓延很快的蔓到各地去啊。那么这有一条蔓草长起来啊，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南边一个，很快就把整个地方啊都霸满了，蔓延满了啊、延伸到整个地方，也叫做蔓延。众生有了利顿诸时的烦恼，有五顿时的贪嗔痴慢疑，五利时的身间啊、身边见戒邪等，那就会造业。那么这个业力就蔓延到整个三界六道啊，那么受苦就没有了期啦，众苦次第呀、啊，相续不绝啊。次第就是在三界里面轮转呢、啊，造善业升天，造恶业堕落啊。在按照你所造的业力的次第啊，在哪里受苦受乐，轮转不息，相续不绝。我们自己可以回想自己呀、啊。过去多生多劫以来在这轮回流转曾停止过吗？
有没有停止过，不曾停止过就是相续不绝，没有间断呢、啊。现在做人，过去生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无量劫来生死本呐、啊，我们就是无量劫来轮回流转没有停止，相续不绝。那么因为有这些烦恼的缘故啊，所以相续不绝啊，有毒蛇顽蝠这些毒虫啊，前面都说过的啊，在总比里面前面比喻界事都说过的，就是比顿时脊柱夜叉纠盘叉鬼，这是比历史夜叉结脊鬼，比这个邪奸啊。纠盘叉可以总比一切这个诸见啊，就是不正确的恶见都可以比方。字是图，纠盘图，但是应当是纠盘叉，这个道理我在上次讲过了啊，应当是纠盘叉。那么现在经文里面都印作土字，不是茶字啊，但是这里应当是纠盘茶而不是土啊，念作纠盘茶龟啊，因为这是印度话啊，原来是纠盘茶，新译有些译作茶是那个神茶的茶啊，查看的茶，那么那就不会念成土字了。这里把这个茶跟土啊搞不清楚啊，所以往往纠盘土纠盘茶分不清，应当是纠盘茶。就是瓮形鬼啊，那么比利时野干福狗雕鹫雌枭这些名下啊，动物类所比方的，在前面都说过的，那么如果忘掉啊，再找前文看看啊，比对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不必再翻。白族之属，白族就是蜈蚣白族啊啊，那么也是一种毒虫之类，属就是类啊。饥渴脑饥，神和部位，饥渴就是有了这些烦恼啊，他必定有造业，有了这些毒虫啊，他必定有找吃的找喝的啊。众生有了贪嗔痴等烦恼，有五逆十等烦恼，他必定就会造业啊，没有说是有烦恼而不会造业的，没有那么便宜的。既然有烦恼就会造业，所以饥渴脑饥呢，他就会造业，就神可不威，业造了就有堕落啊，那么就有受苦，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所以叫做神可不威。此苦难处，恍惚大佛，这些众多苦难之处啊，就是由这个烦恼而造业受苦，这么多的苦难之处，何况有很多的大苦之火呀，四边在烧，没有停止啊。这个不必一一比对了，如果一一要比对前文呢、啊、实在是太烦，顺着文字简单消文就好，因为这个意义啊，在前文都已经说过的，就是这个别比里面所说的道理，说明这个世间的苦恼太多了啊。诸子无知，虽闻复回，犹故要着喜戏不移。上面那些比方啊，都是说长者对诸子们说直接的话，这个世间太苦了，你赶快出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诸子无知，他不能了解啊，就是他大圣的根基还没有发，你跟他说大法，他不能接受，是这个比方。虽闻复回，纵然听到长者的教诲啊，他没有办法了解，还是照旧的爱着三界的啊，这个一时的快乐，是有故乐着，要着也可以啊，还是照旧的爱着这个世间的欢乐啊，那么不肯舍离，所以在三界里面呢啊，喜戏不移。在哪里欢喜游戏没有停止，那么这就是舍己比。直接跟他说苦恼，他不能接受。就是比方佛出现世间成佛之后啊，一开始说大法，小根的人不能接受啊，好像佛说华严呐、啊，那么小圣根器啊，如聋若哑的那种情况啊。那么下面就说方便法了。啊，化验以后要说欧喊了，用方便法来接引他了，用车鼻，引字下第二，用车鼻，
用车比送用车的这个比方啊，啊，那么送用车有三段：第一，送泥泥三车；第二，送碳三车西游；第三，送狮子所冤。这里略掉没有从众，知子先心。先送泥泥三车，先长者有个打算啊。这些小儿子们还小，他不懂，你跟他说苦没有办法啊，那么只好引诱了，打算用一种方法引诱他们出来啊，所以打算用三车来引诱他。世事长者而作是念，诸子如此，亦我愁恼。这个时候长者心里这样想啊，那么这些三圣子等啊，既然没有办法接受大法啊，那么好像很难度他了，亦我愁恼，我是长者自称呢，这里面就含有想要入涅槃了。前面方便品最后句颂里面不是说吗？那么既然大法不能说他不能接受，那不如入涅槃吧，可是不能这样做。十方佛就说都要说，先说三圣啊。今此舍则，无一可乐。而诸子等单免喜息，这是说这些三界内的众生啊，明明这里没有可快乐的事情，可是他就单着。现在这个三界的火贼之舍，大家都在这受苦啊，没有一点可以快乐的事情，可是这些诸子们啊，而诸子等单免喜息。单，这个单字有三种写法，现在书本里面的单呢，是游字旁啊，十二时辰的游，游字旁的单。还有一种写法，身字旁的单，身体的身，身字旁的他单。例如说单锅、单物，就用那个身字旁的单。还有一种写法，耳字旁的单，耳朵，耳字旁的单啊。例如老子的名字叫做老丹啊，儿字旁的丹。那么同样叫做丹字啊，有这三种写法啊。那么身字旁的丹呢、啊、可以用在丹物、丹着啊、丹爱也都可以通用。儿字旁的丹有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个身字旁的丹通用啊，但是有的时候人名的单呢、啊、就用儿字旁，不能用身字旁啊。现在这里游字旁的单呢、啊、那个游是代表酒啊，我们中文这个方块字啊，我要懂得它的这个不同的写法用途就不一样啊。现在用的游字旁的单呢、啊、那个游字旁就代表酒啊，你也讲酒不哦，代表酒，酒醉了就单了、啊、哈、哦，这个单着以酒，单免酒色，就是用这个单字，不能用身字旁，不能用耳字旁啊、哦。但是有些经文也会印作身字旁、耳字旁的单，哦，那是因为古代书法呀，这个字有的时候通用啊、嗯。现在我们这个书本上的单是游字旁，啊，这是正确的。显示三界内的众生好像喝酒醉啊，醉无名酒啊，醉见思酒啊，醉烦恼酒啊，我们天天喝着烦恼酒啊，被这个烦恼酒所耽着了，不肯舍离。下面那个免字，三点水做个面字的免呢、啊、免就是爱着的意思啊。古书经常会写作单免酒色，一个人在酒色里面不肯舍离啊，就叫做单免酒色。单，说明他沉醉在酒中；免，说明沉醉在色中啊，所以叫做单免酒色。现在他所单免的是指三界内的快乐，不肯舍离。他以为三界很快乐，好像喝醉了酒。贪着三界的快乐情况一样的单眠喜息，他在这里游戏啊，蛮高兴的，他不肯舍离。喜息的意思前面曾讲过了啊。那么因此不是我教，
家为火害，可怕呀！不接受长者之教训，要他出来他不出来，将来会被火烧啊，那就苦恼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用小罚来引诱他，只说大罚，他不能接受。这接下去就是说，即便是我一样，是诸方便。这两句正说出要用这个三车的用意了啊。那么长者这个时间突然之间赶快就表现出他想要用三车引诱他的方法了啊。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啊，用三车的引诱他，叫他出来，他才会接受了啊。所以接着就是说，送探三车西游，就跟这个儿子们说，我外边有三车，很稀奇少有，你赶快出来吧。引诱的方法啊，就说欧韩，告出子呢，我有种种珍碗之居，苗毛豪车，就跟三十子等说了啊，我在门外啊有很珍贵豪碗的器具，很微妙很宝贵的很好的车子。什么车子呢？羊车、鹿车、大牛之车，这是三车了啊。今在门外啊，现在这个车子都在这个大门之外呀，炉灯出来，你们大家呀赶快出来吧。吾为炉灯造作此车，我为你们这些人呢、啊、我在门外也就造作建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车子啊，随意所乐，可以游戏。那么你如果有希望想要玩的话，里面没有什么好玩了、啊、我外边的三车最好玩的啊、哦、那么随你的心意，看你要羊车还是要鹿车还是要牛车，随意可以游戏。我从前说过真正有羊车是谁？是隋炀广，没有错啊，就是隋炀帝杨广啊。他真的玩过羊车，不过他那个羊车还有人帮助他拉就是了。哦，那是一种玩的，是玩具。现在这里有羊车、鹿车、牛车、大牛之车，金彩门外，卢等出来，赶快出来！吾为卢等造作此车，辛辛苦苦为你们大家设这个比喻，用这个车子引诱你们，叫你们赶快出来，随意所乐，看你喜欢什么车啊，可以游戏啊，你所喜欢的都可以满你的心意啊，可以游戏，你赶快出来吧啊！你们大家喜欢哪一种车子啊？你要玩羊车还是要鹿车还是要牛车啊？那么这里三车都有了，最后啊，长者会接我们大白牛车啊，我们等着大白牛车吧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是中华印经协会，本会成立于2001年，
一，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在慈悲置业中，中华印经协会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大量畅印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并录制录音带、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与大众免费结缘。结缘品有浅显的佛教漫画、卡通，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佛法浅说、因果故事，以及佛经重点集录、抄经本等等，品项众多，无法一一介绍。这近20年来，中华印经协会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超过16617139万册，加上有声影音系列，总计已超过23749909万册，受惠大众不计其数。此外，印经协会除了印赠佛书结缘，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与印制大乘佛教经幡，并在宜兰、苗栗、嘉义、屏东、恒春等地建造大型的佛塔，塑造约20万座华严经塔及小佛塔，同时印赠30000个转经轮，分赠海内外各佛寺、佛教中心、道场及一般大众，以推广和教育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书是最好的礼物，阅读是最美的习惯。我们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教育可影响人格。印经协会借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建立正向人生观，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药师宝忏除罪障，放生福寿广增言。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适逢如虚长老圆寂纪念日前夕，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解封，高雄生命书坊举行八关斋戒与三昧水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慧公法师担任维挪。香华音，香华经，师兄们随着慧公法师的引领口号恭敬请师，恭请主法湛山法师至生命书坊坛场内，今日将礼请师父为大众传授八关斋戒与三昧水忏。八指所受的八条戒法，关是净的意思。
只受了八戒的人对于一切罪恶之事不再去做，将三恶道的大门关闭起来，这也是消弭疫情最好的方法，断恶修善。现在的业障色身有点像块白布，已经染黑了，要怎么把它洗干净？洗干净的话，你就要用清洁剂或是干净的水去揉洗揉洗不干净的话，我们再多揉洗一次，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再慢慢的忏悔，就是像这样道理，把一切的业障忏干净。由于唐朝的布达国师与迦诺迦尊者教他以三昧水洗涤人面疮而消除累世冤业的忏法，在拜忏的经典里，三昧水忏是常常被请来共修的忏仪。午后，湛山法师领众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经过师父的开示讲解，大众至诚拜忏，发露忏悔，更加摄受。每次的法会，生命诸方在十方法界坛城中都会精心准备干粮及熟食来供养施食，而其中恶鬼众生透过食物的变化，使每个恶鬼都可以得到摩羯陀国七七胡食，而得以饮食充满，解除他们的饥渴，是每次法会中都会做的善行。而法会最后要做的一个功德，小蒙山施食法会，凭借三宝加持，大众诵经咒，执事维新法门，令群灵受持三规，礼佛拜忏，闻法受食，同得解脱，名扬两利，得佛加倍，圆圆满满。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观音的慈悲，即使你已经知道如何禅修菩提心的方法，但你还是需要接受大悲观音本尊的特殊加持，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心圆满且强大的能量，因此持诵 Om Mani Padme Hum 即是实证菩提心的一种方法，此是大悲观音的能量语言，能将你的心转为菩提心，并使你有效地禅修菩提心。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愿修慈悲心，愿发菩提心，愿体证空性，愿成佛度众生。修行一定要抓住很强烈的目标，就是愿成佛度众生，也为了要成佛，所以我们要具足发菩提心，但是菩提心是以慈悲心做根本，慈悲心是以出离心做动机，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一个业的力量，那如果你每天是修慈悲心，你就有慈悲心的力量，各位去布施乃至各位点光明灯，都在累积一种正面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所以学佛不是说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才听佛法，佛法是一个真理，本来如此，你只要冷静观察就可以知道的那个道理，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了这个真理而已啊。所以了解这一份真理，佛又讲念头主宰，所以你不能够失去念头，我们叫保持正念，念念阿弥陀佛，念念Om Mani Padme Hum，念念慈悲，不离空性，这是自己要做决定的。Thank you.